同事之间的好胜心。宝宝，你能来接我吗？咱俩回家看世界杯呀。宝宝，我现在就出门，10分钟之后到。嗯，宝贝，今天我男朋友不在，你来接我去酒吧喝酒看球吧。你给哪个宝贝发的？给我滚出来！半天啊，今天我俩只能活一个啊！我这不是想让你快点来吗？嗯。亲爱的，咱俩回家洗个澡，然后一起去看世界杯呀。咱俩还是出去洗吧，你家那个热水器一打开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大冬天的再给我冻感冒了。不是吧？家里连个像样热水器都没有，你看我家的能绿 EX6 零冷水热水器，全面屏，幻彩玻璃面板，还是青蓝色的，好看吧？还能 APP 语音双制控，我现在开启零冷水模式，回到家就有即开即热的热水，而且啊，就算是洗澡中途关水，再打开也是舒服的热水。你家热水器应该做不到吧？香港啊，要买就买两台，给我家宝儿买一台。有钱了不起啊，我男朋友长得比你男朋友帅，我男朋友听话，我男朋友敢吃。